咁啊好啦，翻到嚟年初三啊嘅恭呢一喜个发我哋叫咩啊？财！叫网台冇格仔啊！系 啊，名呢啲交俾曹总嚟啦，你唉 哎，明咁啊，即系我哋一年冇见噶咯，已经系即真系系啊，真系啊，啊，咁啊，即系都上次叫见做完系上次见完唔好意思咯，即系唔系即系我哋就未有再 诶，follow 唔系系啦，一所以就年隔咗隔噃，应该上次嘅系半年嘅，六月半半年年嘅啦，吓，半年一次啊，咁啊，即系呢啲系物啊，以罕为贵啊嘛，系嘛，即系你话咁都斗到。呢个好牵强啊，呢种讲法就咁啊即系系又唔可以话小别胜新婚啦，我哋马佬嚟噶嘛，系咪善先？派真系咁真系啊，小别，喂喂，首先同各位网友即系拜年啦，即系呢个香港系。冇格冇香港冇格仔网友同埋哔哩频道网友啦，即系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平安大吉，好啊！祝 GG Channel 啊，同埋啤梨频道啦，网友啦，大家就系长做长有嘅节目啊，即系个个节目都听晒啊，即系百花齐放，咁啊，大家就系新年平安啦，心想事成啦，咁啊就嗱呢一个即系苦去就今来铺啦，来咁系来，啦，系喂你咁啊，我哋系咪我全都部祝系你讲咩？即系 GG Channel 啊，香港冇格仔啊，甚至所有网台嘅观众啊，全部嘅观众啊，新一年都系即系健康平安，因为我见到啊，啱啱咧即系早两日啊，喂，话有个时话知喎，名喂，嘅林邦正，你咪爆房嚟？你而家你嗰后面系咁嘈仔我都觉得系酒店嚟，新年一爆，新春第一啊？呢炮。个系新年嘅特别安排。新春第一炮喂，叫隔篱一个人啊！打下招呼好啦，奇怪喎，你嗰个背都系景。我左手同右手，系 你呢个磨砂玻璃嗰啲企翅咧，真系咁样喎、五姑娘姐都系，OK，我唔会喂，啊，你讲即系你林宝包正，房你讲对咩象啊？五姑娘，OK，系，即系我头先本来想一讲咧，我啱睇到相啊，一个知名嘅 KOL 出翻嚟咧，喺尖沙咀咧，话有成十几廿个 fans 同佢一齐啊，佢影相啊。边个如知果名啊，谂 KOL 谂，啊，好多诶，啊，谂谂下，都唔好提佢啦。吓，你OK，话你讲咗头唔讲嘅，喺咪你系面咯，前，即你系，真系咁叫知名 KOL 啊？喺你哋两位面前，咁啊，又唔算边我个哋知呢名？边嘅，咁啊，曾经同阿何君尧咧一齐嘅，咁啊，前排喺头条报哦，出流翻嚟，马车，你讲系系嘛？啊，我估唔哦到，佢都几犀利啊！佢话想做翻普通人，但喺尖沙咀咧，话有十几个啲十三四岁啲僆仔僆妹 fans，好劲噶。咁你又啊，因想为咯，好难得啊，见佢复出啊，咁啊，佢几时坐噶？佢应该坐唔足喎，我睇佢就应该大概年半到嘅啫噃，我应该。应该唔止喎，上边就应该可以要，通常都系要你佢坐足嘅，即系除非你上边咧帮手即系捉老鼠啊、清洁啊，即系先会着两扣你。正常佢就要你坐足嘅，都唔知啊，我都唔跟开佢。咪啦，佢算啦，就冇理冇理，系点啊？你讲吧。但系我觉得嗱，你讲呢个现象都，我觉得 O K 噶，因为其实你而家今日又冇乜新闻啦，系嘛，又讲下啲网络热系，门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好难得嘅，真系，即系我哋啲网友啦，我哋三个人，即系嚟自而家唔同三个地方连线，就系香港、台湾同港埋台英国，英系啦。呢、这、一系，個係啦，港台英係啦，三地咪連線啦，林康正就唔知系唔系当住先，喂，但当系我住哋先好啊，似咁冇而家加拿系大嘅啊，确实代表喎。啊，做咩帮我讲加拿大啫？你有个咁女啊，朋通友喺常加拿我大哋咩？啲人喺香港、台湾、英国、加拿大就最多啦嘛。OK 哦，咁你咪加埋鳄鱼咯。不过系咪翻到香港？哦，即系翻到香港啦，老弟。你讲你自己嗰啲听众嘅 portfolio，咁如果咁讲，我哋全球华人直播添啦。如果咁讲嘅话，系咪先咪 就系、啊？是，喂，我咁想问啊，喂，我哋系咪三个都系冇咩冇假放噶啦？系嘛，都系日日做节目噶啦，两位冇都系。噶，我好忙啊！呢排我即系我呢排我我都系周围去拜年啦。因为我哋而家就即系唔使做亲戚嘅拜年啦。咁啊喺呢度咧。就朋友就系当系亲戚嚟噶啦嘛，已经系嚟上年代啊嘛，咁所以就周围去揾人啦，好似踢馆咁样样。上个礼拜先揾阿徐少华，咁啊，琴日我哋又揾咗阿郑文杰，咁啊早两日我哋又揾咗呢一个咩就系用呢个西叶蓉啊，阿 Thomas 啊，咁啊即系呢排都好忙啊。
咁啊，我見好犀利啊！我見你有之前仲有桑普啊、Benson 嗰啲啦，系好桑普正，我覺得系，好鬼羨慕啊！真係系啊，咁我哋桑普唔喺台灣咩？佢過咗嚟啊！佢過咗嚟，唔係佢過咗嚟旅行啫嚇。佢大概嚟兩個禮拜到啦。啊，睇下佢臨走之前會唔會誒，我哋又嚇，即係又執翻劑啊咁樣樣嚇。執佢一劑，佢唔係佢掛住佢粒兩粒蛋啊，兩粒咖喱魚蛋啊，儲咗。哦 ，OK， 好犀利啊！嗰粒豬皮蘿蔔魚蛋嚇，係啊，咁啊，喂，開心啊！呢個林可靜都冇得唞啦，你都日日做節目噶啦，係嘛？係啊，咁啊。佢冇所謂嘅，即係夜晚同大家傾下偈啫。啊，哦，唔係，我想問下兩位咧，其實點解我哋要咁辛苦嘅？其實，即係有冇諗過呢個問題？點解我哋而家做網台要做到日日咁樣做法嘅？啊，咁啊，你話我哋而家辛苦啊？唔係，我又覺得唔係好辛苦喎，又即係咁講。係，如果你話辛苦嚟計咧，即係你如果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啲嘢，即係或者你要冇得做啲中意做嘅嘢。係啦，即係你成日勒住個春袋講嘢啊，咁樣啊，即係或者係心即係口是心非咁講嘢啊，咁我覺得就呢、這個就好辛苦啊。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喎，即係而家變咗，我覺得好自然而然咧，網台就係自己生活一部分咯。啊，即係你亦都有亦都有咁樣嘅平台喺度，其實係廣交結友啦。咁而且我覺得即係喺英國咧，我哋都有個咁樣嘅，即係有個咁樣嘅我自己覺得啦，有個咁任務喺度。尤其而家我哋喺英國嘅香港人啦，散得咁遠啦，咁我哋就係咪可以就住我哋而家嗰個位置咧，做多啲連結啦，啊，即係繼而做一啲鼓勵啲嘅一啲作用咧，咁樣，咁其實已經效果出到嚟啊！如果你見過去呢兩個禮拜，最過去呢個一個禮拜啊嘛，你話見到英國嘅年宵活動真係百花齊放，遍地開花。我想問下咧，佢英國咧，除咗曼城咧，仲有邊度嘅年宵？伯明翰，咁啊，仲有列斯 Nottingham 有冇啊 ？Nottingham，Reading 有冇 ？Reading 有冇啊 ？Reading 最先搞嘅，1月8日，你哋香港开关嘅时候咧，我哋就呢边就搞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年宵啦。年宵嗰日我就冇去到啦，虽然我近啦，但系因为阿胡斯啊同埋阿 A 仔佢哋过嚟，即系阿高登音乐台 A 仔啊，咁啊佢过咗嚟，即系我煮饭啦，咁亦都即系拍佢两条片啦。咁啊，遲下又會有嘅。我啱啱先至教整沙丁牛面啫嘛，啊，咁啊，遲啲又即係教整埋呢一個咩啊？金銀蒜呢一個娃娃菜啊，咁啊，即係如果我講一年啊，啲人喂我查開，陣間喂陣間我出去兜個圈啦，因為出邊就香港人市集啊。哦，係啊，呢度。哦，咁正！陣間我出去兜圈。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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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集啊，哇，咁唔怪得你，而家你出嚟啦 ，OK 喎。我想問台灣嗰邊佢又係點啊？因為其他地方我真係唔熟啦，但係台北就應該有嘅。呢度咧就我呢個高雄啦，咁樣咁高雄咧就係都幾難得嘅，因為就呢度有幾個有心人，咁咧就同呢度嘅。同呢個政府呢、這個地方啊，維吾爾呢個地方同埋呢度嘅政府，咁咧就有個合作，咁咧就俾即叫做有個地方，我哋就可以擺一啲市集咁樣咯。係啊，所以琴日啲高雄市嘅處長嚇，咁啊同埋有啲議員都過嚟咁樣，咁都好難得嘅，因為即你哋更加熟，你哋都知道啦。即其實講起台灣政府。講起香港人喺台灣咧，其實近排都係麻麻地啲消息嘅，你哋知道啦。所以因為我陣間我都有興趣問你啊，即係話依家去到台灣咧，有啲想離開啊，係咁走二次移民，二次移民嘛，二次移民係啊，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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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見都見到好多。咁所以難。喂，你有冇你之前有冇見過咩真心活啊？嗰、那個 KOL 冇啊！我其實幾接噶，我其實就、oh, okay. 就今年我就要向阿曹總學習下，就真係要識多啲 reach out 啦。要啊，你其實你 reach out 嘅條件好過我應該係嘛？即係我有少少驚接濕人嘅，但係我覺得，但係而家我都豁出去啦。驚咩話唔明？我都驚影響人嘅，即係驚影響人冇㗎。即係我唔知你會影響到人點會啊？自我審查咯。嗱，阿 Kelvin， 我俾兩個目標你，係第一個就係男嘅館長。哦，點啊？第二個
第二个女嘅就记住识咗之后介绍俾我就鸡扒妹。鸡扒妹啊，鸡扒妹勾啦，而家唔讲鸡扒妹啦。而家如果你阿冯总咧有睇嗰啲咩，系咪即棒嗰啲啊？嗰啲即棒嗰啲啊？林湘啊，我睇咗篮球，我睇咗篮球。篮球有啊，哦 ，OK， 有啦啦队，系啊，有啦啦队，系啊，好鬼索噶，真系，好正啊，系啊，喂，林康正，你女方面你耍家过我喎，你唔好扮嘢喎，诶，你头先问，系啊，你而家系爆房啊，你啊，系嘛，诶，即系攰唔会攰啊，你追女仔会唔会攰啊？你日日踢波会唔会攰？唔会攰啊？系啦，日日踢波个样成个罗干师傅咁，点会攰啊？你棒棒声，我仲要帮人睇。看看那些即運程啊，旅遊店啊，喂，運程這樣這樣好啊，是吧，即是剛剛開始就看手相，熟了又看全相，真的這些懂得玩喎，真的。怎麼樣，運程怎麼樣，你說吧，我給你，怎麼樣，九運啊，現在我都說九運了。我首先看你的氣息，你應該就一排都未必會回你自己出世的地方，咁啊，不過人在異鄉都不要緊的。最重要就是廣結他朋友，好像曹總那樣 <Okay. S 1> 多些去請朋友來家作客煮下飯。不過我不知道，我想問兩位呢，即你們在那邊呢，那些有沒有即煮東西那些好了啊，些手勢啊，一定啦，一定啦，英國就會很好，台灣就會急速向下，因為你不會煮的，台灣很少煮，因為太方便了。嗯，即係台灣太方便啦，你全部嗌外賣啊，落街成條街都係嘢食咁樣。英國又唔同啦，英國就瞬間變廚神，因為有個咁一定有好多焗爐，跟住然後啲嘢啊全部都 ready made 曬，哇！你全部都懟入去已經熱，你有啲心思好似曹總咁樣，仲可以哇整呢樣整嗰樣咁樣。但係呢度咧台灣咧就係同埋佢廚啊，你都上我屋企食飯啦、啊。上過係咯，幾正啊！又整雞又成咁樣咁，但係呢度就第一太方便啦，就係、是第二就係佢個廚房咧，唔係好似唔好預你煮嘢食咁樣嘅，即係唔夠位嘅，唔、okay. 夠位嘅，係啊！咁所以喺台灣係好難保持到個廚藝。喂，我就係聽香港個廚房唔夠位，意思香港又窄啦，成日都要佢電磁爐啦，冇得用佢明火啦，台灣都唔夠位。嗯，哎，好个方啦，好奇怪，呢度咧有啲楼咧，佢中意介多房同呢度两个厕所好 common， 即系香港有两个厕所，你应该都系豪宅嚟噶嘛。台湾两个厕所好 common， 但系咧佢个厨房就好细，佢偷啲位俾厕所度，好轻咁样，好奇怪，好有啲奇怪，系啊。不过而家你台湾租嗰啲系咪都系多数都系细单位为主咧？其实，细唔系。唔系，嗱，你而家系住台北定还是台中啊？你而家落咗台中。你有高雄，我高雄嗰边，哦，台南添啦，正喎。OK， 其实讲真，你用香港嘅楼价咧，就度度都正嘅，即系我几觉得系。OK， 系啦，咁但系高雄嘅楼价之前台积电嚟咗咧，就升咗一橛，但系咧都仲系好多选择。譬如你话细细地咧，你要搵个我谂假设，譬如五六百尺两房，咁可能你租金都系万零蚊台币咁样咯。嗯，都系啊，系啊，万零蚊台币，即系几千蚊咁样咯。啊，系呢个价位咯，系啊，所以个居住就系几好嘅，系啦，即系调翻转英国就系曹中熟啦，即系佢居住又比较贵啲，但系生活嘢就反而就平。台湾就生活嘢空间大，空间大，系啊系啊，反而台湾就空间大，系香港细嘅，系哦系咁啊，香港细就唔系香港细咧，系焗你躝街嘅。因为第一就出面就太方便啦，第二就是你而家你屋企咧，你有住得多人嘅话咧，你日日日你对住老豆老母啊撞口撞面啊，咁然之后佢就睇你唔顺超就少你几句噶啦嘛，系嘛？系咁啊，即系咁死仔，即系日日坐喺度，坐喺屋企就话你宅，躝街就话你躝街，好扑街啊！咁啲老豆老母系啊系啊系啊，喂，所以咪以前啲人咪咩喺屋村下边。吹水打等，唔好屋村啦。就算你围村，全部佢都系啊，出去玩啊。系咁啊，吹水吹到半夜深夜先翻屋企咯。唔系而家你老豆老母香港兴玩咩？系咪而家越嚟越多人玩个 park call 啊？系嘛？即系我见啊，即系之前咧啊，嗰个沙田友啊，啊嗰个唐九啊，系嘛？你识唔识噶？嗯，我就唔识啦，即系如果我细个。可能我都会试下，依家大佬点跳啊？依家跳唔喐啦！你唔系啊，你扎马噶嘛？你唔系跳啊？系咯，真系喂！依家你个咁样飞嚟飞去，唔好话喺天台，我唔敢啦。
你话就咁飞嚟飞去，你心口碎大石，你唔系玩嗰啲啊嘛？细路仔啊嘛？一定唔想。但香港点？喂，其实香港点咧？嗱，你又成日都即系喂唱好香港故事啊，即系有啲就话夜晚就好静，有啲就话新年就好气氛，系嘛？有啲又旺丁唔旺财，喂，其实系点样嘅咧？香港啦，吉铺系多嘅，佢仲系，但系当然即系冇高峰期咁多啦，但系都系，譬如你条街，你油尖旺、铜锣湾都有一两成吉铺就最少噶啦。嗯、有一啲即系譬如嘉年威老道啊嗰啲就都仲系重灾区嘅，即系你冇办法，你经济你唔系话佢咁快好啊嘛，你政府通关又失咗先机咯，出边嗰啲咁啊，我去晒日本，去晒南韩，去晒泰国，你先同我讲通关啊，啲人玩晒啦，去晒旅行啦，啲钱根本就唔会再嚟佢香港嘅。喂，大佬，人哋早呢几个月要玩嘅人喺几个月之前全部玩晒，你连水尾食唔到啊，你太迟啦。所以我咪听咯，就系话有啲商铺话啦，其实你而家你半天调啊，仲大镬。你如果你之前咧，你零即系咩零加三之前系嘛？而家系零加几，系咪都系零加零啊？定系点样？我即系零咗啦，不过你要零咗啦，要打两针。O K， 嚟佢打两针。即系如果打咗两针就零加零噶啦。O K， 咁咪而家就系仲衰过之前，因为而家咧你开咗关之后咧，啲人会出去啊嘛，即系你起码有内循环玩下嘛之前，但系你而家咧。出面嗰啲人又冇興趣入嚟，而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啲人咧就走曬出去，就兩頭唔到岸，仲大鑊。嗯，係咪咁樣咧？呢個真啊！啊，真係死得仲快啊！如果你做喂係過年嗰啲酒樓話，終於有九成啦，佢訂台算要好翻啲嘅。嗯但過咗呢幾日，佢都唔知點算啦。有啲咧，即係講真，嗱，你香港冇辦法，有啲就專做大陸客嘅。係。但因為大陸客都唔嚟。但系咁，你見到海鮮坊咪死咗咯？海鮮坊咪死咗咯，因為咁樣。唔係咁，但係你花市咧，花市有冇行啊？花市，花市都算多人，但係咧，我睇就你始終你冇乾貨，你冇熟食檔。你永遠你香港行年宵係乾貨帶動你嘅。喂，如果我要買花，我即係得花嘅，我住九龍，我去太子花墟啦，我使鬼過嚟佢維園啊？啊，维园就系要佢吓，维园就系要佢卡拉宝嘛，本身以前就系、是。系咯，你冇晒光货，即系我睇下，即系有啲成买埋啲唔等使对嗰啲嘢啊嘛。其实买翻嚟每一次佢年宵咧，一系抌噶啦，一系就啊咁啊又话咩啤牌啊，即系嗰啲咧，跟住又唔见咗，上年嗰副唔见咗，今年又买副新，即系年宵就买呢啲嘢啊嘛，买埋啲唔等使，得闲嘅时候开开心心。咁依家你冇晒光货，我去把鬼啊，系嘛？我專登買花，我就唔會特登去維園，除非我住港島。係，冇錯。除非你住港島，咪港島其實都有，唔淨止維園嘅，香港仔都有啦。嗯，都分得好散嘅。北角唔記得咗有冇啦。咁但係其實你都唔係話淨係個維園，但係你維園你而家失色好多啦。喂，大佬，即係你而家冇乾貨爭好遠嘅。冇乾貨之餘，你而家就係、是你唔冇嗰種咧，即係老少咸宜嗰種氣氛喺度咯。因為你有你嗱，你尤其你帶細路去係零舍開心，因為有玩具買，有風車買，然之後你拖埋細路一家人去啦，咁你先至有意思嘅。因為而家你帶喂，你淨係帶僆仔去買花。喂，唔好意思啊，咩水仙啊，乜 Q 嘢，即系咩吉啊？喂，你攞完就走噶啦，你点会留噶？系、嘛？你以前都甚至乎你食嘢都会吉串鱼蛋，而家又冇你呢啲嘢，咁你冇晒嗰种感觉啊！所以你话咩香港翻咗嚟？唉，真系前嗰几年啊，即系唔好话咩啦，仲有啲黄色市集，系，但今年真系冇晒，即系仲一间。咁当然即系去到一月三十号，佢都即系。到期啦，咁啊前排仲要俾人咩银刀嗰个系嘛？银刀系嘛？喺银城旺角银咩啊？系即系喺旺角嘅银城，咁啊仲要俾人扫场，系咯，仲要俾人拉嘛？系嘛？喂，即系谂下前几年咧，我去做啲市集啊，系做唔切噶，话呢度又有，嗰度又有，咁啊个个喂安静过嚟帮我拍下嘢啊，佢宣传下啦，系做唔切噶，即系有啲都哎呀死啦，我又应承咗呢个，咁一日要走两转啊，佢三转。今年是完全不用啊，真的完全不用、唯一得一间都俾你，即系俾你扫埋墙，扫埋呢几日不做了，做沙豪不做了。嗯哼，咁啊，即系，但系而家佢真系有一，其实佢啲嗰啲市集咧，即系冇，其实市集嗰啲冇得搞噶，其实香即系香港，
即係冇得搞啦。即係如果喺香港嘅話，但你即係譬如你叫你而家其實即係講啲政治啲就係咁嗰班即係國安都冇嘢做㗎，佢都係睇下邊度收風報料熱線，有人報料就喂嗰度有人啊。即係又擺啲咁嘅嘢埋喎，咁咪過去咯。所以其實你冇嘢做，咪瞓覺咯。好似依家喺香港做啲防疫專員啊嘛，即係初初要你量體温啊，安心出行啊，疫苗通行證乜依家全部唔使取消曬啊嘛。但好笑咯，嗰啲人係仲係請緊佢嘅，因為合約仲未完啊嘛。咁佢每日翻工唔使叫你篤嘢啦，坐喺度咯，戇居居一日玩手機。唔係問題就係學嗰啲人翻公司白鬥糧咪算咯。佢可以梗係好啦，可以梗係好啦。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個社會係一個即係國安社會啊嘛，或者叫做係督灰社會啊嘛。因為你咁多人你養咗喺度咧，你又犯數又多，跟住又咁多個山頭。即係如果你話見到，即係有啲人見到，你話國安唔做嘢，喂有咁大個隱世市集擺喺西洋菜街嗰度，係嘛？點解唔做嘢啊？係啊，督灰噶嘛。系嘛？咁你督灰嘅话，你又唔可以唔做啊？啊，咁所以即系你变咗咧，即系我都话嗰阵时国安法立法，你有国安警察，你有国安律政司，跟住然之后咧，你有晒分工，你成套嘢就学呢一个阿习近平话斋，唔系话净系立法咁简单，有一个执行制度，有而甚至乎有一个督灰文化喺度咧，成套嘢喺度冇得搞嘅，其实系冇晒生气，即系水至清则无鱼啊嘛！而家就系咁嘅情况啦，而家系。不过咧有两种人咯，即系我觉得系我可能我哋系异类啦。有啲觉得佢冇嘢，有啲人觉得冇系永远都会有人觉得即系冇乜嘢咁。咁喂，你唔讲嗰啲嘢咪得咯，继续搵食咯，边度搵食好得过香港啊？系嘛？即系我哋一个问题就系、是，好啦，年宵我哋实都算旺啦，都算多人啦。我年宵过后啦，开放翻啦，即系香港系之后系会点咧？系嘛？即系我对于譬如我话曹总啊，觉得啊喂，我哋即系讲唔到嘢咁样，呢啲咁嘅限制。会嘅点样影响到嗰个经济咧？定系个香港系冇问题嘅，系继续搵钱炒股票、卖楼卖地咧？啊，呢个就难追难考嘅问题啊！呢、这个就系、是，我觉得就即系、就是、你中共就想香港好似新加坡咁样样咯。其实佢就成日有个谂法，就系话点解新加坡可以，香港唔得啫？即係香港，唔係新加坡人咁乖嚇、即係冇你哋咁多嘅咩政黨反對黨啊，喺度搞事搞非，佢都可以揾到錢啦、啊。點解香港唔得啊？即係佢哋有咁，即係佢哋有咁諗法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呢個係啊，係你講阿馮總你講嚇。哦，唔係呢個就講嚟就傷和氣啦，因為新加坡管到啊嘛、因為我哋冇話佢啱嘅。我哋冇話新加坡打壓，假設佢有打壓言論自由係啱喎，而係咁佢管到啊嘛，你吹唔著。其實香港人都係㗎，嗰時英國佬管我哋咁啊，佢都管到咁解啫嘛，係啊。如果初時去到九七之後，你管到咁，我哋咪唔出聲咯。問題就係搞唔掂啊嘛，好多嘢原來。即係好多人咧，就成日將香港、新加坡佢比較，咁啊成日問話點解新加坡得人哋得，我哋唔得？咁啊，首先好簡單，你照下塊鏡啊嘛。咁明唔明话点解阿 Amy 净系冧啊？佢林康正唔冧啊？佢坟种嘅咁啊，梗系有原因。你只有发大镜佢咪知咯，即系好简单。喂，人哋新加坡你最少你做到少少嘢嗱，其实有好多仲系后康期嘅。唉，咁啊，你住嘅嘢咁啊，安居乐业咁啊，先去再谂其他嘢。你香港连基本安居乐呢十几廿年真系唔得啊嘛。我哋借住劏房呢啲系世界奇景啊，成日话要香港。吸引啲人嚟旅游，我成日话搞个劏房旅行团，谂下呢度有棺材屋，嗰度有板间房，有啲仲劲系租床位嘅，租半个床位啊，即系等于我同阿曹总咁啊呢个月啦就租一张床，下格床一人租一半，可能每人就即系2000蚊夹埋佢4000，跟住十几二十条友用一个厕所，我仲未计嗰啲以前嘅农屋、太空舱呢啲又新又旧，有啲又咩共享房间啊。共享社區啊，因為唔係有劏房，係嘛？即係其實你香港，你就呢一個問題住嘅問題啊，你都搞唔掂，你其他唔使搞，冇得比啊！喂，人哋新加坡佢有好多，當然我哋睇落去，喂，好似自由啊嗰啲咁啊，都唔係咁多喎、啊，好多家長識管事喎、啊。但人哋一啲譬如基本嘅服務俾到你先，但你香港係基本服務都未做得好，你就諗住同人比。即系你都我都话你照下块镜有自知之明啊！喂，尤其是依班做嘢嘅，真系管治呢扎，
你唔系叻仔啊嘛。我人哋睇落去，喂，最少都醒身目目，话头醒尾。喂，呢班夺嘅。我想其实你香港和新加坡是争一样东西，就是大家都是争做这个金融中心，就是大家都是做争做区内，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就是 IPO 最理想的地方。但是其实如果你说做金融中心，其实你说最大的融资市场其实都是服务哪个呢？都是服务中国市场，就是帮中国融资来讲。好了，如果你说你要吸引国际游资是去帮中国去融资的话，究竟你会揀香港定还是揀新加坡呢？香港本身的人看你呢，就是中国一部分。如果香港有言论自由，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他觉得即是这个就可以 check 住，即是这个可以监察到这个特区政府是不是说他们话晒事啊，打晒息啊，这样。即是本身有一个这样的区隔在这里。新加坡因为它本身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它做起监察起上来，即是我们经常说，喂，你做金融中心你要做 due diligence 嘛，你怎样监察你的盘数是不是真的有个业务在这里的，还是又变成是第二个这些这样的空壳来的，又变成好像以前这个蒙古能源这样的，会不会是这样的係嘛？喂，即係你如果你嗱當即係又有人整個蒙古能源出嚟，又要集資啊？你信香港定信新加坡？今時今日係嘛？即係你以前你香港仲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做一個咁樣嘅 check balance， 而家冇啊嘛，冇嘅話，喂，我真係寧願信新加坡啦，大佬啊！你唔好話新加坡啊，唔係你如果我要信嘅，同上邊一樣嘅。我上海不好，我前海不好。喂，點解你香港啫？點解上海代唔到佢香港？喂，香港你即係個法制啦，以前嘅資訊嘅流通啦，自由嗰個程度啦。喂，其實你要係見到同上海有分別，所以上海代唔到你。但當你譬如呢三方面同上海越嚟越近啦，喂，仲有人哋啊，都仲要鋭意話要表面上就係國際化，你香港唔係嘅，反而就淨係即係單向九七之後靠使中資。喂，新加坡你仲有個優勢喎。未来十零二十年，我唔讲研学嗰啲咩九运啊，即系行呢个南边啦，东盟嗰个又会系即系佢再发展啦。喂，连新加坡嘅国际化再加埋亚洲化，系真系强过晒你香港喎。你冇得比，你香港其实你再咁样佢走落去两不像，好似走上海方向，你又唔系，你去走新加坡嗰只即系国际化咧，你又唔系，你唔知佢想点嘅。哦，佢而家揾到條新路，佢就而家就要阿陳茂波啦，去咧歐洲國家去瑞士街頭嗰度扯皮跳啊！瑞士係啊，拉閒，喂做企家又佢大佬，我做企家都唔揾你啦。I am Porsche from Hong Kong， 跟住攞住 iPad， 我新聞係咪傻啊？呢條友，你做企家，睇下價目表先。你去香港企下，問下我哋使唔使回水現金，使唔使派錢？你唔使淨係問瑞士人，問香港人喺香港條街你就唔敢企。去瑞士就咁样去聊啲即係鬼仔鬼妹，唉，嗱，即係我觉得好弱智咯，成件事系，即係你话唔系咁，你再你讲你当讲埋呢一个咩啦，车公嗰支签啦，系咪威人威威不是威？咁我哋见到即係阿边个啊？嗰、那个大师啊，阿陈天恩大师都讲，喂，大佬你唔好以为而家真系威晒。系嘛？咁又好攬威嘅。系啊，咁啊，兩位陳大師，我見到東方琴日訪問兩位陳大師，喂，你一見到覺得疫情搞掂曬啦，所有嘢好似搞掂疫情咧，好多嘢都理所翻當然啦，就好似翻到以前咁樣樣，唔係咁樣件事。呢、這個時候，我覺得車公咧，即係有一支咁嘅簽文出嚟咧，就去警告特區政府，真係及時雨嚟嘅。系嘛？你一见佢就系咁，冇用啦，系嘛？系，你见到喂，即系好大镬嘅香港，你就系讲个财政方，唔可以讲政治啊。今年卖地几大镬啊？就系过去呢一年卖地去到七百几亿咋，以往系千几。哦，呢个唔使。哦，呢个钱迟早要交数咯，地产商。你冇交数，你特区政府嗱，你问阿陈茂波，点解佢成日讲话抢人才、抢企业啊？其实佢就系知道自己条数好唔掂。如果再咁样搞落去啦，你唔好话派钱啦，你净系应付啊，你嗰啲公务员啊，嗰度十鸠几万公务员啊，嗰、那个即系嗰个长俸嗰个问题，都唔知道有冇钱找添啊。跟住你仲要搞咩明日大屿、啊，
北區都會計劃喎、啊，正啊，5800萬啦，我好贊成，好贊成。你邊度嚟咁多錢啊？我覺得再使大啲。你邊度嚟咁多錢啊？你而家你身家就有限數啦，係嘛？坐食山崩，你而家8000多億，跟住再落去咧，即係我唔知你再落去呢一年咧，你唔知兩6000億都有冇添啊？其實你見到樓市咁撲街咧，你要買地咁撲街咧，你係講後市。你問下李嘉誠點解佢投啟德嘅地會折讓咁多啊？其實係喂大佬啊，10000蚊一尺都唔夠啊！其實係6000多蚊尺咋嚇、啊？之前仲話即係赤柱嗰個豪宅地又係撲曬街，就甚最仲衰到流標添。喂大佬，呢啲肥豬肉嚟噶嘛？過往係係嘛？點會咁樣㗎？係啊！你香港政府咧，仲有誒唔係而家嗯。香港政府成日佢申冤啦、啊，喂成日话啲嘢我唔系冇做、啊，我要做嘢，好似林郑第五波佢都话啦，喂我做咗好多啲防疫措施，你有做，但迟咗几个礼拜啊嘛，当时每日都好多人失救，死好多人，喂正等于佢依家你香港政府，喂我啲嘢唔系冇做，你唔系冇做，你迟个人佢咁解啊嘛，先讲通关啊放宽嗰啲，迟人几个月已经输晒，即系大佬咩叫开放呢？系大家同一时间佢开放。啲钱抌咗中间，大家一齐抢。你唔系嗰个时候，我唔抢，我扮晒君子啊，或者我用一啲衰啲嘅概念，希望大家唔好嫌我佢咸湿。咁啊，即系等于啲人发诶，即系走去夜总会，一扎嘅女士俾你拣，我和乃是湖北，和是阿联山下，咁你问下冯总就清楚噶啦。好啦，咁啊，大家咪嗰个时候斗争咯，最正嗰啲大家拣咯。你唔系有啲懒嚟沽嚟咁样拣跟住最尾得翻一两个，唔系生豆皮、生暗疮，就系加底毛都唔剃嘅。咁你梗系输钱，啲人唔系话你冇做啊？你啲嘢迟做啊嘛，真系你迟咗唔啱个时机咧，你就错啦。啊，阿冯总头先，你想讲咩？哦，唔系，但系佢做唔到，好得，即系而家个矛盾就喂，仲有冇时间啊，曹总？有啊，仲有4分钟。好。點樣做？喂，咁我 round 咁再啦。即係你頭先阿林鄺靜問，咁而家香港行邊條路咧？你覺得好鬼同你同你中國一樣喎，而家好矛盾喎。佢同一時間就話：，喂，我哋翻嚟啦。佢係咁講，嗱，我哋翻嚟啦，唔好要全球化翻啦 ，Hong Kong inspect 啊。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又繼續同你鬧交啦，佢又繼續唔中意跟你嗰啲世界規則啦，就係咁啦，一陣咁嘅情況啦。嗯，咁可以維持幾耐咧？嚇，就呢個就係個問題。冇得搞㗎，因為你而家你特區政府咧。雖然話全部都愛國者治港嘅，咁但係你即使係全部愛國者治港班底都好啊，其實你係去到而家咧，係中央都唔信香港啊嘛，係嘛？你而家見到頭上係太多老闆喺度啦，啊，跟住你又有個駱惠寧喺度，唔係駱惠寧死咗啦，已經係，而家換咗咩鄭雁雄喺度，跟住有好多監軍喺度，文匯大公啊嗰啲又喺度，最大禍你而家見到法官啦，判得唔啱心水咧。就會俾呢啲文匯大公鬧啊，係咪早排點解你話阿黎智英案係嘛？即係佢終審法院佢都判呢個政府敗訴。哦，你見到喎，真係港澳辦係出聲鬧喎，真係阿夏寶龍係啊，咁啊，即係你冇計㗎，其實係你點樣搞啊？所以我係黎智英呢啲咪點點點滴咯啊！我係黎智英，我都唔同你點點滴滴，咪好似寫系啊，同埋即系曹总讲就系、是，我边度上市啫？你就系一点一滴啦，资讯开始嗱，我觉得佢可能会动态忙，跟住咧发又跟啲又唔跟啲，慢佢所有嘢都慢慢越嚟越差，越嚟越差落去，就争在边一下突然间系林山嚟咁解啫，定系矛定阴干？其实阴干更加惨。嗯，阴干其实你可以睇到好多迹象噶啦，即系你外资啊，仲有几多钱摆落嚟啊？咁啊，然之後你 IPO 啊，呢個賣地啊，呢啲其實全部都反映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唔識講啊！啊，我哋嗱留翻我哋下一節講啦，好嘛？誒，我有做嘢。好，轉頭翻嚟。